的话，他们炸，我这波去团，他们一就炸了。 这男枪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没死啊？不能给他A到那下不灭。他很想 A 这一下不灭，是很想给他 A 到。 两级了，他死了呀！你在想什么啊？这波有点一般，确实有点一般。 我的炮都漏了，好难受。面对未来吧。 我要给他敲回来，他不回来了。我带中者都是带迁移不倒，带习惯了。他回家就要回，他回家我就把中线放回来。让他回家，他回家他出来接，待下来是5级打4级了，待会让他回家。 他回家，他5级打我，5级打他4级。我去，他怎么这么肉啊？砍倒可以啊，砍倒也行。 减速到他，他死了，为什么没减速到？我得6级打他5级，他打得过。我将照亮前面的路。 如果想赢他的话，要6级打5级。我怂了，其实可以打得过的。啊，这波线他走不了的。 我去，我这波竟然要交闪才能走出去啊！我感觉不用交这个闪现了。他三波线，我要没死他就亏麻了。白天补下时长，今晚看比赛。
我打算耗运气这么好，先打网二一。我队友又起飞了，好吧。他武器现在他的六级，他跟大招伤害有点高啊。 坚定，坚定打武器去。我有块饼干，应该操作一下。他们拿力死了，没来。蓝岛对金一不老都能带了，这两个天赋都带了。 跳愣子武器，哇！我这么多兵，他这一枪 A 到我是真不服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无所谓，别吃。蓝枪不大，能操作他吗？ 感觉可以操作。 拿了万管血啊！打蛮子，我觉得很好打。绝对不要。 我去，一打太慢了。反正我觉得我不怕蛮子。怎么还有小龙？
这把不算是很好打哦，是时候进行抵抗。我没看到这蜘蛛残血了。打不过翻身正常，就是不好打翻身。我们未来很光明。要来一炮！我懵到。弹枪可能会在上路这，就打，有点怕他，但是这个靠墙不是很好操作，靠墙吃他直接那 Q， 完了。哎呦！拉扯死了！我没想到他们辅助了，不然我直接干了。好亏，好亏，这波死亡。弹枪还死，先排到局感觉有些好打，他的核心被抢了吗？还好是辅助的头。我金哥是起飞了，他派克这想来杀他吗？这个龙我们一定要拿到。我留个 TP 看他们。好卡是吧，玩的没事，我有 T 的。
他要把我勾上来了，他应该不会走下路去吧？ 哎呦，是不是有点赶？下午补下时长。 小哥点啊！有诶，小哥点吧。养鬼水都洗脚干？我要啥？要啥？诶，个叫，叫啥？养鱼网。要洗点啊？养的诶，洗点，还好用。好像八千。嗯，那就来养洗点多少个嘛。 好起来啊，兄弟！会很厉害，这个英雄。这版本的会是真的厉害。下版本要被削。我讲的客家话，你肯定听不懂。 大爷不下路，武器出个小面具是什么？他整个小面具是啥意思？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伤害是真的高，我去，伤害好高啊！峡谷制造者武器伤害这么高吗？ 我这边二他两级，差点没打过，有点不理解伤害。对面这个彗星太炸了，再去跟他单挑一次，上一波是意外。
这是应该没啥意外，但是太恐怖。男枪来了，男枪。 操作一波，我怎么死的？我觉得我死不了的，但是就是死啊，我不懂。红 buff 能搭配收集者是吧？怎么是我？怎么了？我下午补下时长。 buff 好像可以给到那个收收取者的时候，昨晚最后一把看了一下比赛，就看了一下最后那把，怎么感觉我是个女人玩家？大了。 这波是传送，这波是传送，一个都没杀。红惩戒演出发，我下来好像点了一个先锋，好像点了一个先锋，太乱了，刚才都。 我下来，我都找不到我死个箭头，突然打完我有事情，打完。印记一出啊，就顺风我出的是幽梦多一点，这还是出。 这武器要带下路，带下路吗？别来追踪了。 小姨子，我觉得姐有点爆，她好像没杀掉，爆是挺爆的，但是没杀掉啊。 男枪，男枪！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打死，他还真行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去，蜘蛛小队，这波有点东西啊，蜘蛛。 对，晚上看比赛，今天下午补个时长。小袋蜘蛛，这波有点东西，咱拿下一把。